蔡依林超大方，裤子破肚露出超过一半被看光，网民尺度太大了。亚洲天后 Jolin 蔡依林的穿衣风格一向被肯定，勇于尝试各种风格的她，无论是裤装、合身窄裙，还是各种奇特的服装，她都能穿得很好看。不过近日原本 BO 出和爱劝低调在路边玩的影片，却因为脚上衣垫及直破裤，一坐下开道直逼大腿根部，露出大棒的逆大腿，引发网友讨论。更有趣的是，他拍腿是以毛孩跳上去，却吸引到旁边的女性工作人员全坐上他的大腿，反转结尾笑翻粉丝。画面中可以看到蔡依林戴上棒球帽，遮住大半张脸，保持低调，身穿军绿色外套，搭配造型破裤，露出超过一半的大腿以及三分之一的小腿，坐在路边的长椅上休息，看着前方的爱劝呜呼，一面拍着大腿一面说，来上来。茅台看了他一眼后，目光直接转向旁边，被爱劝忽视的模样让人喷笑。无奈地笑了出来后，蔡依林身旁的女性工作人员脚一跨，直接坐上去拍了拍对方的大腿，居然又吸引两名女生接连坐上来，引发现场一阵喷笑声，忍不住笑说，叫熊熊不理，倒是来了一堆事儿。影片曝光后让不少粉丝超羡慕，傻熊，不知道一堆人想抢着坐吗？可以坐你大腿也太好了吧，谁不想坐奶大腿。事实上蔡依林有时因为海外行程太多，能见到呜呼的时间太少，会前脆待在身边争取相处时间，所以不时能看到她逗弄爱犬的画面。有次曾用瞎子警枕恶搞毛孩，小狗露出牙齿和招牌憨笑，萌翻所有粉丝，还曾经把自己表演所戴的假发套在爱犬头上，毫无违和感的画面被粉丝笑亏，狗狗被妈妈同化了。